各平常的料理甲金纸看起来就是要来准备来拜拜物件，不过详细看这个金纸，愈看是愈感觉趣味，因为这个金纸不是要用来烧，而是要用来吃的。这个金纸的鸡卵糕是台糖中营酒店顺应着旧历七月份普渡所特别来做的。这座金门市的鸡卵糕是用台南在地这个酸鸭搭配着千层蛋糕的做法，一层一层加塔出来相当的逼真。那这个蛋糕看起来说好像是金箔，其实它是金箔蛋糕，它是用咱台南的芒果泥加上杏仁粉，然后面粉、鸡蛋，然后一层一层去烤出来以后，然后中间大概有十层。那一层里面都有新鲜的奶油，去把它叠起来。那叠起来以后，最后上面这个可可脂的那个，把它这个浮印上去，变成这个刚好这个概念。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金箔，真正的一个金箔，很高贵的哦。你拜拜烧金买来这点香，放在金纸边啊，而且三支香是袂当点，但是会当吃，因为这是巧克力所来做出来。像是用特别用那个意大利面，然后用低温的水，然后去煮，还有糖水，让它整个成型出来以后，稍微沥干以后，然后这个黑色的地方。特别是用了可可粉去沾，啊，红色这个地方就用食用的色素，感觉就富得三色香。国历七月份，普渡爱来款服澎湃饭店个姐嘛，便利民众来款拜拜嘛，生出着创意，推出着真有这创意的金纸鸡卵糕，边啊个附上三支香，推出来了相当的引起注意。南天新闻台影像带来采访报道。